Casper Beats. I本以为我的父母可以自豪地对别人说我的名字，我本以为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，在这个年纪，我本以为老师他会帮我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嫌弃。我以为我只有在互联网上才有发牢骚的权利。为什么大家都在疏远我？我根本没有做错什么。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，也不在乎我在经历着什么？为什么爸爸不来问我到底心里藏了多少委屈？我有太多为什么，好像没机会再问了。 我开始觉得身体不对劲，爸爸说我只是为了不想学习找借口。我天真的以为老师会相信，他说我和男同学关系很别扭。我假装坚强，把所有委屈都装进，但是伤口紧真的太深了，谁都处理要我等太久。我开始失眠，整夜都睡不着觉。妈妈说都是因为手机和网络，可我为什么要依赖网络？妈妈，请问你有没有想过？我一点也不开心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该跟谁讲。我怕您把我送进狱章，想把自己埋进土壤。就因为年纪还小，为什么？ 我就不能得病，这个世界原来真的很少，剩下的全靠真身勇气。我也想在草原撒野奔跑，不用再去在意别人语气。也许那个天才我也是真好，没有天才全靠自己努力。对，一颗药物，简单的把空气才能吸入肺部。原来真的听首歌也会被调侃，把你的梦全部塞入烂的毛毯。不懂还有谁能完全让我信任？医生说这根本听不懂的病症，时常和家彻底变成我的噩梦，希望藏进别人找不到的裂缝。 I can't. I have the main part. The performance is tomorrow night. I don't care if the world comes to an end tomorrow night. You are through with that play. Is that clear? Is that clear? 我才18岁，我只想好好学习。我真的不懂我犯了什么错，为什么我哭了不是安慰我，还在问我闯了什么祸？如果真的这么讨厌我，为什么还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呢？如果真的有如果，我也不会这么傻的去自虐了。你不是我不能够感同身受，那么你能不能闭嘴？这种无助的窒息感，像是周围站满了人，而我在溺水。周围的人还在对我指指点点，看我的笑话。算了，我不仅习惯了嘲笑，还有叫骂。喂，谁来救我？没有骗 你现在我是真的很痛，感觉有块石头压在我的身上，呼吸困难，感觉身体突然它就变得很重，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叫喊声，谁来在我世界里放盏灯？我的喉咙就快哑掉，也许以后不用再去学着假笑。喂，没人救我，没有骗你，现在我是真的很痛，感觉有块石头压在我的身上，呼吸困难，感觉身体突然它就变得很重，是真的喘不上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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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